既然是被蛇咬的，就不关我的事哦。怎么不关他的事？那些蛇是他之前养在油中园吃老鼠的，现在咬上人，看到没有，李大？哎，我的油中园以为李大的，你现在为了你说他，哎呀，我李大的上天啊！既然不是同一条村的人，光是他居然不认，给个面子我都不敢。Ha ha ha.